师傅，这狗你养多少年了？啊，这个狗养多少年了？这狗才是两年。养两年了。那你这是咋还想到弄个车让狗拉着你？老了没事干嘛？啊，先烦恼一下。啊，你是在哪个村里啊？东大里啊。啊，一般是狗把你会拉到东大去转。有时候啥子知道拉着了，往他路转一下。啊，我看这神农还挺花哨的。啊，好看的很。也行。这是个啥狗？啥狗？啊，西伯利亚的红狼。哦，红狼。看着还挺结实的狗，看着结实的很，是吧？好。哎呀，这竟然大的很啊，真大的很。十来里路。十来里路。哦，那够。